是盐酸加氨，这个是很有名的反应哈。这个东西可以做那个叫什么？烟雾弹，好看。盐酸 HCl 加上氨是 NH3， 这两个加在一起会做什么事呢？就直接写在一起哈，变成什么 ？NH4Cl。那很特别，同学，这两个东西都是气体哦，盐酸气体跟氨的气体。那么呢，加在一起竟然变成固体，白色颗粒，白色。可以做烟雾弹，还有那个极冻包也是用这个成分可以做出来哈，就是加水它会溶解，会吸热哦，那种冰凉。好，变冰凉。好 ，S 什么？固体 ，S 是固体的意思，这是气体，好，可以吗？气体加里面固体，我只是写一下关于它的反状态这样。盐酸为什么是固体？为什么是气体？盐酸会有那个气，就是它那个会挥发出来，知道吗？在实验室开那个浓盐酸，打开那个烟就会让冒出来。我有一次吸进去，结果就嗅觉丧失了4-5天，就是闻不到任何味道，因为它那个太强酸了，所以我的那个嗅神经都被腐蚀掉。可以说你鼻塞。所以要开那个，就已经要感冒好几天了，后来才慢慢好。全是是氨根啊。哦 ，NH4 对不对？我写错了。哦，NH4，抱歉，我写错了。好，谢谢，我这边写错了哈。好 ，NH4。好。这边改一下，这边讲错了，应该是 NH4 才对。好，不错，你们有注意到哦，那个有错的。好，再看第二个，氧化铜加氨，氧化铜 CuO 加上氨 NH3。接什么东西呢？硝酸铜，硝酸铜怎么写？铜金属铜。哦，金属铜。因为我看到哪里了？我看到是地上面的。好，金属铜是 Cu， 还有什么？氮气。对。还有什么？水。好，这个反应是可以制造什么气？氮气，好，纯氮气。好，那我们平衡一下，铜都一样嘛，看氮的部分，氮这边两个，所以这边要几个？一个，要两个。两个对。对，两个。好。我以为在说那个。那氢这边有几个？氢有六。2、3、6，所以这边要几个？六三个。3、3、2、6，对不对？所以三个铜，所以这边要三个氧，所以这边要几个铜？三。三个铜。好，所以这边也要怎么样？三个。好，3、2、3、1、3。OK， 完成。好，接下来看一下碱金属的部分。好，碱金属加碳酸根都会产生白色沉淀。好，碱土族就是指的是锂镁钙锶类的，这个家族的遇到碳酸类的。都会产生什么沉淀，所以这个，这个可以擦掉吗？好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例题，这2A 组啊，加 CO3 二负，都会产生白色沉淀。因为其实我现在已经把很多第四章的东西都先拿来讲，让你知道。好，氯化镁 MgCl2 加上碳酸钠 Na2CO3， 请问它的沉淀物叫什么呢 ？Mg 什么 ？CO3 沉淀。好，剩下两个，然后配对在一起变什么 ？NaCl， 因为是两个，就是加个二。这样就完成了，可以吗？那氯化钙一样道理 ，CaCl2， 加上这边都一样，这边变成什么钙？碳酸钙沉淀白氮石，这边也一样。好，再来是氯化钡 ，BaCl2， 这边一样。这边一样。
OK， 结束。好。好。就抄一个就好了，其他都一样，好不好？就写同上。同上。好，可以吗？抄一行就好，其他都写跟上面一样。好，那类似啊，就不用再讲。你快下课了。没办法，因为课程有限。除非你可以接受你自己念书，讲不完就算了。因为我的学长他就建中教生物，他每次都补充一大堆，然后他的错就是老师是永远讲不完，因为他每次都讲了几页，然后就要断考，然后后面说哦同学自己念哦，他也是很扎实在上，不过就是补充很多很多，所以后面的都学生都要自己念。不过他们学校的学生就是自己念，也可以考很好。刚好对他们其实不太需要老师，他们需要老师只是跟他们聊聊天，然后讲一些现在的研究啊，所以他之前他刚考上那个建中，他都每天都在我们学校图书馆念书。我说学校你不是考上吗？他说哦对，因为我还要准备教他们研究所的东西，因为他都拿那研究所的东西去教那些学生。因为你如果只教课本东西，像这种东西如果建中学生说老师你就不要讲，真是超无聊，自己看就会了。对，我们就不建中了。你知道我是说下面没有那一个不需要讲，可是你们头上有，有什么？有智慧啊！哦，不知道。哈哈哈哈哈！是大小的代不过女生的那个胼胝体比较大，大脑的胼胝体，就是左脑跟右脑连接那块组织，那块器官，那个就是左右脑沟通比较顺畅啊。就是女生的语言或情感表达比较直接，男生就是哎，你觉得今天怎么样？还好，就是那个连接比较小，所以串联很慢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胼胝体。好，来我们看一下那个气体自备。上课呢？你要装声吗？你换曲吗？还没打桩。好，双氧水怎么写 ？H2O2。好，加入二氧化锰。二氧化锰是什么东西？催化剂，直接写在上面。好，可以吗？产生什么气体？氧气跟什么？水。好，那因为 O2 嘛，所以，这边有个 O， 所以这边要加个二。好，这样才有偶数嘛，两个 O， 所以四个氢，所以在这边加个二。好，就这样子，可以吗？双氧水，双氧水溶液 ，AQ， 它是溶液，这是双氧水的，这叫过氧化氢，可以吗？过氧化氢 ，H2O2 双氧水，双氧水，双氧水就是拿来消毒伤口，叫双氧水。那 H2O 是水，喝的水不一样。双氧水跟你去医院说我要买一瓶双氧水，他会拿一罐很臭的东西给你，就知道双氧水可以杀菌。啊，如果你要跟他说你要买水，他跟你说请你到便利商店去买，那可以吗？水跟双氧水是不一样的东西。双氧水可以喝吗？喝了就挂了。它有强的氧化性哦，会灼伤。没有喝过，喝过会。可是其实很多东西食物都会加这个，偷偷加这个，那个豆芽菜就给它漂白，对，面条就加双氧水，很恶哦。你只是寿命变短，不知道。好，那就这东西就是台湾会加很多肉。好，来其他的部分，我们终于讲到其他的，好，其他。哦，还有三条就结束了。来，一氧化氮加臭氧，一氧化氮是骑机车会排放的废气，它会破坏臭氧层哦。哈 ，NO 一氧化氮，一氧化氮也很有名，它就是那个威尔刚的成分哈。这吃下去血管会扩张哈。好，加臭氧会产生什么呢？臭氧会被分解变成
NO2 跟什么？氧气。没有。好，这条弹性振荡图就是当时候解释臭氧层破洞的科学家出来，所以他们得那个诺贝尔奖，就是发现说一氧化氮其实是一种污染物哈。好，所以现在骑机车呢都要验这个一氧化氮，就是那个排气。好，再来什么呢？一氧化碳加二氧化氮，好，这是一，这是二。一氧化碳是 CO 加上什么呢？二氧化氮 NO2。好，它可逆反应，它会变什么呢？变成二氧化碳 CO2 再加上 NO。这两上下这两个式子有没有关系呢？有，你看哦，这个 NO 加上臭氧会变成 NO2。NO2 呢跟一氧化碳结合又变成 NO， 那 NO 又跟 NO2 结合又变 NO， 又变 NO， 所以它这样一直重复，它发生什么事情？它不断的把臭氧怎么样消耗掉，产生氧气，所以臭氧层就怎么样破掉，这样懂意思吗？好，所以这个式子，所以你现在骑机车，如果你有骑机车，你不能骑机车，如果以后骑机车验，如果有排气检验，它会验这个 NO 跟 CO。排气量，如果排气量太多会破，就会造成臭氧层破，可以吗 ？OK， 好，最后一个式子结束了。这个是什么呢？哦，铁粉跟硫粉，然后变成氧硫化亚铁，好，很简单，就是铁粉什么呢 ？F1 加上硫变成什么？硫化亚铁 F1S， 好，结束。假的。